体系是什么？双控和双控体系，这种叫法最早产生于南方某省的红头文件，因为叫起来朗朗上口，而且简之又简，迅速风靡全国，并成了很多安全人口中的代名词。双控体系是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，首先进行风险辨别分级，并采取管控措施，再根据各风险点的管控措施是否到位，各项管理制度等基础管理情况，制定隐患排查治理清单。风险辨识分级管控是隐患排查的前提，隐患排查又能发现新的风险。